的舞蹈呈现安排，实在是也是非常的这个热情，非常的活泼，以及呢非常的专业。那么这个舞蹈编排上是非常的活力四射啊，也要带给大家满满的欢乐。希望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当中，一起来参与，都可以非常的开开心心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，就在那边哈，已经来到我们这个阿华桃姐在进行的这个旅游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有想要跟我们的刘维尊师来接接粉丝的朋友，也可以靠过去来稍微拜拜一下。那如果有想要欣赏表演的呢，也不用客气好不好？可以尽量的来聚集到我们的舞台前方，一起来共度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 party time 的时间。OK，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私心加入？我们当然是可以，我们是一样组的，我们今天颜色一样的。要帮我们拍漂亮一点啊！就是我每次都要说的话，是要拍一下美图。